念想起了什么之前，赶紧和他结婚。结婚？对啊，这样我至少能拿到一半的股份，比实际计划的得到更多。你跟他结婚了，我怎么办？小木，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但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最纯粹的雇佣关系。不纯粹吗？还是说你不纯粹？三二，好你个马成军，想把老娘甩了，跟林燕在一起卿卿我我是吧？干什么？你放开！你干什么？你居然让他亲你？不过就是亲个脸，我们大不了什么。但是和随便什么人亲都无所谓。对啊，无所谓。啊！别这！林燕。喜欢，马成俊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江碧，你让我陪你演戏，可以。既然是演戏，那就要演得逼真一点，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后悔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追求你。起码成俊可以，别把戏演过了。别总把演戏这个词挂在嘴里。盛墨，你住口！你干嘛？你想都别想。我想什么了？没有人会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那你说我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，自己清。说我吸过了，合适的距离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？我要提醒你，我们之间这是雇佣关系，你不应该介入我的私生活谋杀。心是石头做的，这么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要明确你自己的位置。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的，你也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你要再这么三天两头的闹腾。